行啊，查理，你来找我吧。那个，因为我没有铁稿，所以我不能把这个钻石块给他。哦、okay, 我想起来了，你在哪呀？你看对方的地图，那里有钻石块的地方，你就尝试从那个地方下来吧。嗯，这里有很多那个，天哪，这里我只看到了，我真心找不到。你看对方有那个钻石块的地方，我看到了对方有那个钻石砖，对，钻石砖那个地方，钻石块，是不是要上去啊？小迪温迪，你，我看到你名字排了，你再上去，那个地方不对，再往前走，然后再往对方看。然后我找到那个对方，我找到羊毛在哪里了。不过我们要往下，是不是要离开这个矿洞啊？对，离开这个矿洞。OK， 我现在就来。哦，嘟嘟嘟嘟嘟。那我呢？你现在继续改造那个东西，然后再烧几个铁。我现在再拿多几个，我们上面不都满了吗？然后还要再备一套。你们不要抢着说话，谁都听不清楚。呵呵。小飞被烧死了，哎，有僵尸，小心！哦，小叶也被烧死了。DYB 插点火把吧，啊，算了，我醉了。嘿嘿，那我去插。吃金苹果可以有额外两颗星，哎，我发现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但只能持续两分钟。OK， 我现在来找你了。哎，来找到了那个地方了。好，你带着铁镐下来吧。不。我现在去找你，我现在带了三把铁镐。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钻石块，那我就六九四十。哇，六九多少？六九五十四。啊，六九五十四个钻石。哇，那我们就钻石套了。对，我们就钻石装了呀。哦天，我差点掉下去，就完了。我也是。OK， 哎，我来找你了。那你快来找我。我快饿死了，小飞又烧死了。弟弟，你有东西吃吗？我有，我这里有两个金苹果，应该够了。我挖点西瓜。我们这个是正常，所以那个你饿的话会饿到只剩下半颗血。南瓜能吃吗？那个、我们那些铁，我们要不要再挖点，然后留作再做一？啊，我看到两个铁块了，可能还有更多，你就不用再挖了。铁方块，那我这里改造个屁！你看他们还在那儿，哦天哪！我觉得他们不没有在那儿重生，他们在那儿放了床了。我去，所以他们不会在沿路。哦天哪，太聪明了！我刚就说我们应该也要把他们放了床一下。你看他怎么在好多枯工？他怎么会连续在岩浆里烧死？他肯定放了床了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我们要放床一下。查理怎么还没下来？不要，我现在就来。嗯，好，但我找不到你。不过他们的东西可能放在一个保险箱里，我觉得。还有保险箱这玩意的。就是箱子。查理，你下来怎么要这么久？你在哪里啊？要不要我来找你？不要抢着讲话呀！天哪！在哪里？要不要我来找你？没有，查理已经快来了。不，我看不到你名字牌，查理。我是跟我现在是在上面最上面。你看对面有那个下来的路，我现在被困在这里了。我真心找不到你。我来吧，我上来找你。好的。天哪！哎，为什么你？我发现我的饥饿值满了。哦，吃西瓜。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智商？他们现在就困在一个羊毛那儿，困在太久了，而且我们现在在改造自己装备，所以我们肯定赢定。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对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但不能太有自信。查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个天梯，这个大炮子。哦不，我要死了。哦天，查理，你不要死。哦 ，sorry， 掉出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看来我得重新去。DYB， 你有铁镐吗？你过来。有啊。好了，你过那个桥，你知道哪个地方吗？等一下。你电话突然响了。HTC 哦。
你竟然还接电话，竟然真是太不敬业了！我看得到你的名字牌，但是我找不到你。哦，不对，那是 DYB 的。天哪！你为什么要接电话？为什么要接电话？我现在很有一种想把他杀掉的冲动，然后把他铁镐拿下来，让我自己去挖那个钻石块。不就是一个五六个钻石块而已吗？天哪！你们为什么这么……哦，我现在做给你。啊！天哪！我缺少木头怎么办？他们肯定在地图的尽头。我现在随便放两支箭，看能不能打到他们。目测打不到吧？我回来了。嘿嘿，有人掉出世界。哎，好。哎，差弟，我帮做到铁。DYB，你快点把铁镐给我、啊！你快点把铁镐。我现在去找你，西西。啊，我现在自己来。天，你们实在是太不可靠了。我现在带了很多个铁过来。好的，你直接把铁镐给我就好了。给我铁镐。我现在，哎，给我铁镐。我没铁镐，我只有铁。那你现在来干嘛呢？你，天哪！哎，我又没木头，然后你带铁过来，让我做铁镐，我也做。哦，我去挖木头。DYB，你有铁镐吗？有啊。给我一个。你在哪里啊？在你后面。有 Creeper。哦。好的。我看见小黑了。那我先不要看着他，你看到小黑就是死亡的征兆。哦，这一个跳是好烦啊。嗯。游戏呀吼。好的，查理，那个我现在不知道你要干嘛。我要跟着你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呢？好了，我现在去找那个钻石。他们为什么现在开始？他们为什么不死？原来是在这里。他们为什么没死？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没死？他们应该过去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探好地图了之后才这样。你别吓我。可他们也只找到一个羊毛，我们这地方应该也好。下面有很多铁，查理。OK， 就来。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慢？我来了，哇塞！哦，你去找那个铁，我去找钻石。好的。我好怕掉出去，现在。哎，天哪！我好想知道你们人在哪儿。你先不要管我们人在哪儿。可是我都跑上来。我来了。好的，我把钻石块都拿走了。啊，我要上来了。那铁呢？铁，你看对方地图。我先把铁镐给你，让你自己去挖。完了。是不是要往下挖？往上。我刚被苦力巴炸一下，结果没死。你先往梯子上。你先从梯子上来，然后再往下。插地。你看到我了吗？我现在迷路了。迷路？你先上来到我这个地方。好的。我觉得对面有人在射我。就从这里往下挖，可以了。哇、哦，好恐怖啊！就从这里往下挖，这里往下挖。哦，我看见刷怪龙了。真的？我要把它打掉。快点打掉，对，当然。哪里有刷怪龙？哦、oh, ，shit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哇塞，这宝箱好多东西啊！对，我知道，都什么？我靠！我不敢去刷怪龙那里啊！这地方全是怪，我还蛮卡的。为什么？完了。好的，我天，这个楼里面全是怪物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看到你的 DYB， 我这里有54个钻石。这楼里面就我这里有54个钻石，这里有54个钻石。我觉得我们要输了。他们找了几个羊毛了？不知道，你去基地看一下也可以。我要挖铁砖，呀吼！这里有箱子吗？没有。
我有54个钻石。考这方专门生产蜘蛛的吧？钻石先做个钻石剑出来吧。哦，我先回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开始。我觉得他们一个羊毛都没长到吧，因为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。哇塞！我们先去找那个，啊、我知道，我现在大致确定一个羊毛在哪里了。我在往我们基地走，他们一个羊毛都没有，他们一个羊毛都没有。我现在是宝库了，你们谁都不能把我推下去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有很多宝剑、很多弓、很多剑，还有很多铁。为什么要拿这么多东西？因为我要打败他们。好的，嗯，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走了吗？好的，我有钻石，我给自己做个钻石套。因为我不信任你们，我这里有差不多6个铁剑在我们的那个小基地里面，还有6个弓箭。那宝矿洞吗？矿洞5个应该是，没数。我要先把东西都放下来。清清吃饭能干嘛？哎，我发现了，我们可以把。红石按钮、青金石块，还有地狱砖台阶给拿走，然后再摇一，然后再有点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天梯大炮了。你要想要做这个要做多久？没有啊，这些东西我现在就有。你们谁没有？哦、我发现合成台了，就是一个箱子里，就是个合成台而已啊！天哪！哎呀，是个，就是给我们像那个睡觉的地方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好。那个你们谁在床了？你们谁在床了？我床之前有，然后我死了。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往那儿走。我现在是全身钻石装。我现在先把东西都放下来。好的，我现在知道那个大致知道那个你们谁有铁镐？我。好的，你 DYB 你不要一直往前走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哪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个高塔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现在我就刚过森林啊。好吧，那个刚过森林的话，我应该和你在一起啊。我看到那个他们的那个，哦，我看到了。啊，我知道在哪里。我先要从大楼里面进去。上面写什么？呀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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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卡布姆，卡布姆。上面是这么写的，一个牌子上面。你人呢？我在尝试往下走，因为下面有那个羊毛的。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这个地方给炸掉？但我没东西炸掉他们，看一下炸哪儿。我们能不能把羊毛给炸？你们谁有铁镐？天哪，我现在知道羊毛在哪里。我来了。我们都有铁镐，就你没有铁镐。那你们能给我个铁镐？天哪，你有钻石干嘛不自己做一个了？天哪，我们有木头呀、啊、天哪，不能自己手撸一个？天哪，我已经下去了呀、啊、天哪，上来呀、啊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在最上面。你们看到那个对方那个有钻石块和 TNT 的地方了吗？下面是我刚刚那里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刚刚那里是哪里差地？就是挖铁砖的那里。不是，那是真的。挖铁砖的左边。我看一下。挖铁砖的前面。我看看。挖铁砖的前面，哦，我掉下去，那我到了，到了那里吗？哦，天哪，这里有3个小飞机，包括3个洞穴蜘蛛家的，你千万个苦力怕，天哪，拯救我！1000万个苦力怕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完了，我天哪！我现在在一个我不该来的地方，这里有好几个刷怪龙，我觉得我找不到你呢。天哪，就不要来找我了，来找我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一个。哦、好，我射到凯奇了。凯奇怎么了？我找到，我看到了你的名字牌。哦，你看我名字牌了吗？闪了一下。我看到你名字牌了。
好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咻，你看到我了吗？他们这个白痴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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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一样找到木板。查理查理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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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你了。就他们 TNT 铺的。你很接近，你很接近查理。往下，你往下挖，你往下挖。不用往下，这有个梯子啊。你往下，我看到你了。这有个破洞，这里好多 TNT， 这里有个破洞，这里有个破洞。对对对，看到你了，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了吗？嗯，好的，这里有很多，这里有很多很多怪物。你有 TNT 吗？或者红石火把 ？TNT 和红石火把。我有火把，没红石火把。天，你有那个？你去楼上看有什么红那个触发的东西？红石火把。要不要控制杆？控制杆可以，控制杆可以。然后你丢给我几个 TNT。我做个控制杆。好的，马上，快点做个控制杆。我天哪！我去撸个树，很快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在这。这里有木头。我要把这里炸掉。做个工作台先。我靠，他们通关了！真的假的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吧。没羊毛算通关个屁呀、啊！不然好，不然好，我早通关了。还有两个不同颜色的，我颜色是不是拼错了？没有，颜色的，差不多。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这边死了，因为真的很恐怖。啊，我知道那个羊毛在哪里。哦，我有拉杆了，我有拉杆了。你有拉杆了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个蜘蛛给干掉。天哪！我现在天哪！现在被困在这里了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，哇塞，这有钻石砖，我要把它弄掉。你先把东西丢给我 ，TNT 丢给我，求你了。T2T 哦，还有要拉杆吗？没有，当然当然当然。好，的 OK， 嘿嘿，你就一个够吗？啊、就一个够吗？够的。哦天哪，你掉下来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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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完了，再见、啊、再见了，伙伴，我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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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在这里放个天气，是的，你就有事。我是不会是的。完了，我要掉下去了，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。天梯，你们打不到我，天梯爆了没有？你们打不到我。哦不，你有事啊？哎，好，我好像到那个地方了，但是，哦，我知道我们可以利用水流。哦对嘿，我们可以利用水流。谁做个桶？快点做个桶！做个水桶！快做个水桶！我的东西全部在刚刚那里。我东西也全在那里。我们快点做个水桶。OK OK。因为我刚想到了，因为我刚刚就是掉下去了嘛。然后我以为我掉世界外面了，然后我突然掉到一个开口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可以用水桶。对。他柜子上没说。我下去做个水桶。柜子上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吧？对，没有吧？管他可不可以、啊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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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我们要抢、哦！我有好多铁。他们看来他们已经有一个羊毛了。快点，快点做个水桶，快点做个水桶！我拿一个剑。哦，水桶拿了，给。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！你要吗？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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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好，走吧。好热。走。我要做个铁。DYB， 你又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又没发现你？为什么你总是离队？我在他们那个很容易死的地方。为什么你在那里？好吧，那你去尝试去那个过那个岩浆那个地方。这不可能的。你尝试一下。铺路过去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铺路的关那个问题，是要说不清楚。铺路是可以铺路过去，但这个东西你，天、嗯，我要拿回我的东西，我得把我东西全放到那个，好的，全放到我自己做的箱子。然后你有床吗？你有没有床？在对我说，床好像刚刚全部掉了。哦，是吗？好的，我现在在往那个地方走。好了，我也是，再见了。我的办法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有个苦力怕在你后面，在我后面，是的，哦天哪 ，shit， 哇这好多啊，我哦、oh, shit， 我找到那个哦、oh, 引爆了，我找到那个地方在哪里了？但是，
但是这里但已经。是有人在射我。好，我再来一次，咱们不要放弃。哦，好，我要挂了。OK，拜拜。天哪，插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掉下去了，刚 shit，刚那里。铁呢？铁也在那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在哪？怎么了，DYB？我现在面临跟他们超级王的窘境，就过不去吗？为什么我们插了火把，为什么这里还有骷髅射手？哦天，还有小僵尸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没有头的小僵尸，靠！啊！天呐，完了！幸好我真的换了箱子。哇，好多僵尸看着这里来，然后掉了下去。哼，智商堪比巨人。哈哈。好，我在我们的矿洞里死了，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个没有头的小僵尸加一个骷髅射手。没有头的小僵尸。对，没有头的小哦，shit，fuck。没事，我来救你。虽然说我要我把需要凯奇活身，给我我要是把裸凯奇装。给撸下去。没撸到他，你怎么撸他的？不知道。我开场那个地方。对，哦，他们在开场那个地方。哦耶！你知道我看凯奇怎么过去那个地方？为什么他们路上没有怪物？天呐！我靠，完了！我也没想到自己矿洞里死了。我的天呐！告诉我，你们做得很好，你们现在没有事情。什么？我啊？对。哦，我们怎么啦？不是，他们现在不知道羊毛放在 Yes, 哪里。good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僵尸我都不怕。为什么？哦，不玩了，我要挂了。你们我们能不能待在一起？天呐，还有铁都在哪里？别告诉我都被吃了。但是铁就是在刚刚你那里啊，箱子吗？不，说全部掉在那了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你把铁全部带在你身上插？你为什么？啊，有吗？你不是说都掉在那里了吗？我找到床了，我找到床了。天呐。吊人干的干嘛？把他们调过来，哎，这不错，我喜欢玩这个。那你试试吧，有可能的。把他们调过来，可以的，这可以的。然后他们把他们一拉，然后他们就那对，个掉你到现那在就试个试，你可以掉试出试，去。你可以试试。哎，不，我不知道人呢？够不够远。然后他们一打就可以把你打下去。发现凯奇。快点，快点把他那个。靠，他开挂了吧？我们他好怎么悠看闲不啊！到了？等一下，他们怎么在撸树？你看他们在做和我们一样的东西。你觉得凯奇的皮肤是个女的吗？你有没有这么觉得？我觉得凯奇我觉得我们看来要重新开始了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幸好我的东西都放在最前面那个岩浆那个地方那个好，箱子。我这里有水流，你们跟着我来。我什么都没了，你们跟着我来，我全部都没了。快！好，我上来，你这个家伙真的是，你们为什么不听指挥？我要想拿东西。快拿着吧。是是是。啊，我现在就去拿。你给我干。这有七个铁，拿着后面。算了，就一个，一个就拿着吧。真是，我不知道你拿着那干嘛，不过你就拿着吧。骷髅弓箭手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这里有个蜘蛛？我们不是放火把了吗？下去吧你，下去吧你，下去吧。我去要桶水啊。为什么这里有僵尸？我们不是放火把了吗？为什么火把没有用？不管了，你快带路。往前走。耶，小飞死了。其实我们是要去拿什么东西啊？羊毛。哦天呐，我们连一个镐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去撸树，快点去撸树，我有个去石撸镐。树，别下来，去撸树。现在要尝试着，天，现在一个方块都没有，
我拿 TNT 堆方块。怎么样？拿 TNT 堆方块炸了，是很酷。我又发现了 TNT。不不不，哦、好，我现在就等这个水流下去了。我不知道这水流会引向哪里。我现在往下，我觉得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，对，那里就是。哦，一个蜘蛛把我给弄下去了，我靠！我差点就到羊毛的那个地方了，我就到那里了，然后还是让我去吧。你知道水流在哪里吗？应该能找到，原来那个地方。哦天！哪里啊？那个地方，原来那个。天梯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又来！天哪！这个钻石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哦天，我54个钻石都没了。哇，各种铁。哦，小迪，你找到了？嘿嘿，找到了。那里有好多个羊毛。哦呵呵。哇塞！我好想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哪里、啊？那里有只骷髅射手、哦，不要让他炸我。哦不！再见、啊。哦天。哦 ，yes goodbye。哦，那里有玻璃，天 shit， 这个羊毛的地方有玻璃，然后我打不开。我也是呀、啊哦，我就因为这个我才掉下去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玻璃？好，我现在尝试打开。我现在发现外面下雪了。我们这是雪原地形。哦不，谁打我？哦天，差一点。哦 ，sorry。蜘蛛，别告诉我这里也有。我居然还能淹死，你说？怎么了？淹死。哦，我打掉一个玻璃。什么死法？你淹死？我打掉一个玻璃了，太好了，打掉一个玻璃，就差一个了，淹死？怎么了？是哟，前面就淹死了。哎，哦，我进去了，绿色羊毛，我拿一个上来。有，哎，现在外面在下雪和下雨。好帅，好漂亮啊！你，难道你从来没有见过吗？好，我上来了，掩护。哦，这蜘蛛，这个、它掉下去了， yeah, 我就来。自索你不可活。嗯，有人掉下来。快上来，我去前面那个据点，就去岩浆那地方，然后我们继续前进。我看你们信号都挺好，就他们那个信号最不好。哇！怎么了？苦力怕在我面前、跟我对视了两秒钟。啊，我上来，哦，上面有只蜘蛛，谁来掩护？我来哦，上面还有僵尸，谁来掩护我？我来了，我把他推下去了。还有一只僵尸，哦天哪！哦、还有，谁把我弄下去了？啊，那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怪物？火焰杀手？对啊，我的，为什么会有他？哦，我掉下去 ，shit！ 为什么？拜拜，这是为什么？那羊毛怎么办？还有呢？还有好，那个箱子里有几个呢？好几个呢。好，我下去。天。那个插电领袖，你就专注在这个羊毛上面，然后我和 DYB 去想另一个羊毛的事情。嗯，好的。好，为什么？别告诉我你们有其中一个人在开局的时候把所有的床都带走了。没。好像是。插电，你为什么往那个方向走？我要去拿东西。拿什么东西？就尝试把羊毛拿回来就可以了。你还想让其他东西？很多怪，很多怪。没有怪，只要直接就顺着水流上去下去，然后再上来就可以了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去。为什么我觉得凯奇在开挂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他肯定在开挂。开什么挂？他又没有 OP。开一个叫CF。辅助，靠，老子没有过。哎，我有一个插件是可以跟踪各种物品，哎，比如说什么东西在哪，什么东西在哪。你快开呀、你个二！但是我没装。那你还废话什么？靠！
这给了我们希望，然后又让我们失望。你知道这换一个成语能叫什么吗？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我刚想到，天啊 ！DYB， 你在哪里？你在镜头吗？我在那个岩浆那个地方，就他们狂死那个地方。啊，你死了吗？没有，我在我刚拿起我放的装备，但我发现我的弓箭没有，不然我就可以射死。为什么我们这没有床？谁能告诉我？有床那个掉下插地哦，我有弓了。插地，你去那里找三个羊毛过来，我们来做个床。我觉得这是全地，这是全地图唯一有羊毛的地方了。